我们有国家竞赛版的八段锦，它是为了便于健身气功比赛啊，讲究动作规范和音乐的完美配合。那么呢，在我们的内部呢，也流传着一套叫古法射身八段锦。为什么呢？古法是指的是按照最古老的方法啊，没有作为这个竞赛的改动。射身呢，最早这一词啊，我们的养生现在这一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叫养生，以前都叫射身，射取的意思啊。那么这套八段锦呢，它和现在竞技八段锦有的区别，就是它把呼吸讲得更加清楚，把这个动作不是为了追求美观，而是把它的功能性呢表现出来。所以啊，我们称它为古法射身八段锦。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它的呼与吸，它大部分的起来的动作啊都是吸气，扣齿吸气，牙齿扣住啊，喝声呼气就是啊，发一个虚的口型呼气，它是为了让我们进气和呼气时的口型呢变小变细啊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口型，就是就像嘬水一样，还有一种大口呼气，嘴巴尽量张大。它分别用了这几种吸气和呼气的口型的方式配合着动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它有这个一字桩组成，双十一，像阿拉伯数字一十一一样啊，通过练气呼气，手会微微的开合，你的手很快会产生一种热流。每个动作可以做6到3次。
哼。